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雷射超人传奇。那上一次一之八我们学会了如何射龙，那一之九就是叫呼吸火，火焰喷火，一之九是喷火的关卡啊，看来就是龙要喷火了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们操纵了我们的艾莉西亚，艾莉西亚这一次要来打龙了。屠龙高手啊，回回回，哦，打到了，哎呦，一开始就得有一颗爱心呢，嗯哼，等等，艾莉西亚跟，哎嘿，已经开始了，我还正在原地发呆，回，跳过来，喂，跳不上去，怎么会这样？回，压低，能跳回来哦，要用冲刺的是不是？再次，喂，哦吼，来啦啊，皇后，我们来救你了啊，不要担心。呀呀哟！有两个，那怎么回事？这两个怎么回事啊？我现在有神奇的拳头啊！不要挡我，不要挡我！我有神奇拳头，不要挡我！全部走开！神奇拳头哎！喂，弹啊哈！你想去哪里？不！有！桥收走了，龙出来了！喂！就都妈得啊！干嘛这样？干嘛这样啦、啊？叫什么？你在叫什么啦？龙开始要来了，龙来了，要喷火了，龙要喷火了，喷什么火？吐火球，火球术啊！一开始，要烧到了，要烧到我了，要烧到我了！喂，闪过你的火球术！现在还在吐哦？没有时间让我打吗？不！我的爱心没了！不！龙想打我！他在叫了啦，不要叫了，好不好？他冲毁桥梁了！国王你在哪里？国王！国王，没救到，还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好啦，我知道你要冲过来啦，我要走啦，会救到了哦，国王救到了哦，喂，才，耶嘿，拿到爱心了，又在吐火球了，又在吐火球，我躲在这里是不是就没事了？再来一次！不！又是损失一颗星星打赢了，这次赢得莫名其妙，我以为我要死了哦，他在摇头晃脑了哦，又在叫，又要冲过来了，咚，喂，踩一下，不，又死掉了啦，来啦，要冲过来是不是？你每次都玩这一招嘛？飞！小朋友，我来救你啊！不要怕哦，有我在，不要吧！要死了啦！龙啊，救一个小朋友而已啊，干嘛这样？来了！打到爱心了，有爱心了哦，有人爬上来，先解决你们啊！这一次才叫喷火嘛！之前都只是在吐火球而已。怒喷火，他们怒喷火了啦！龙，你要飞到哪里？龙，你怒喷火了啦！我被烧掉了，怎么办？要死了，龙要把我喷死我！龙很强嘞，龙，哇呜啊呜！我喷掉了。龙到了第三度啊、第三度屠龙有变强哦。有用这种超级火焰哦。来啦，你第一次喷完会往这吧？我要跳起来射你，狂射不已。赶快逃！又被喷到了。我太贪心了，而且那样射好像一点效果都没有。
那样射到底有没有效果啊？又死掉了啦，又死了啦，不开心啦，死在同样的地方死三次了，不能再喷了，不能让你喷啊，我先要躲好，噔噔噔噔，他要喷，喷了，赶快躲下来，要躲过这个火焰，再喷嘛，再喷嘛，你火翼来啦，打赢了，就这样，损失一颗爱心，龙不行了哈，摇头晃脑撞城堡啊，又撞一个了，现在嘞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哟，龙不行了，坠落自己的地盘，把那些哎呦，大鼻子，你要去哪里？卡住了，哦嘿呀，哈哈哈，你卡住了齁，还蛮爽的，机器，爽快，好长的吟叫声哦，鼻气长是不是？噔噔噔，来了，很爽快，臭屁屁，好爽哦，呀嘿，过关了，这应该算是第一关的魔王关卡吧？哎呦，我们打赢了，100分，满点，金杯又来了，好了，按掉了，打赢了，哈哈哈，耶，最后一关了。我们下一次就来挑战这一关啊！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啊！拜拜！我怎么进到里面？走！有跳过去！火焰在追我了！火焰，火焰有点危险！火焰！